说。不是说哎。那行。对。你们。妹。妹，这是谁爹呀？站着呢，站着，站着。没带姐啊呀。完了，咱们这肯定是来人了。哪的人呢？哪的人呢？一定是 Z 行星的，肯定是 Z 行星的。哎呀，我们要是不走，肯定就被接走了。那赶紧就做计划，赶紧呢，打算呢。是我没想到怎么来这么快呢？什么意思呀？桃花，你说话我也没听明白啊。没听，是啊，没听明白。哎，这样。哎呀。饿了，差点饿了。哎，我脸过敏了。饿了，这么饿呢啊？回屋吧。哎呀，饿了，哎呀妈呀！正正，把我们几个叫这儿来干什么呀？没什么，咱们好久没有一起看过月亮了。说了吧，我和阿挪要离开中转站。啊，我跟俏俏也要离开了。正正，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，因为地球旅行的这个计划，我怕会影响我跟玲珑的未来，所以我们只能这样了。其实也没事呀，振振，你要不就跟我和他走，要不就跟阿挪和玲珑走吧。哎，这个主意好啊。嗯，不用了，我一个失忆的人，在哪儿都一样。咱们在一起生活的这段时间，我们所有的片段、点点滴滴，永远都不会磨灭。换一个角度讲，是你们给了我新的生活，谢谢你们，祝你们幸福。我有一个提议，我们以5年为期，5年过后，不管以后我们大家在干什么，我们都回到这个中转站。不行，五年时间太长了。再说了，5年之后我们再相聚，万一少了谁，那样更难受。别说话呢！呸！我同意啊，这个提议好。这样，我跟玲珑保证，5年以后我们两个人肯定会来这儿。